这一次是第四次跟林少贤导演合作。再来一首就见了吧。以前叫魔鬼灵，湄公河叫它爆炸灵，这一次我就叫它水怪灵。我觉得每一次拍领导的戏都非常过瘾。啊，一点都不难。其实一定是这样的，臭味先相投的嘛。Eddie 呢，心态啊，做事的态度啊，有点同我相近。我过来我需要导吗？不用啊。不用。挑战一个新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去学习。这个距离好还是这样？他不想他的生命停在某一个点上，可能大家找他都是朋友，很英俊很身材，对他来说拍来拍去我都是在做同一样东西。他希望可以活化他自己，精彩他自己电影的历程。在火里面，在水里面，在天空上面，就我过去没有的经验，这一次全做了。看我的手，看我这，不好意思说，导演叫我不要说，开玩笑，没有，没有什么太大严重的伤。